是如何的春风得意，也是人故事。我要走他乡一次，这故事一次，如何真心的不易，都想试一试。去吧，前去吧，沿途虽风霜冰冷，去吧，前去吧。纵使风吹得多猛，仍然要去闯，怎都不怕。共世间昂然地我浮华，今天等我来，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来。大门若已开，是你在，愿你听到这个旅客愿意归来。今天等我来，就让这幼稚的心写出好礼材。大门若隔开，分隔开，愿我声音跨障碍，令到相识不多的这处。去吧，前去吧，从前的小子不怕，去吧，回去吧。我要使家乡惊叹，何时也要闯闯出璀璨。到世间昂然地我浮华，兩個是我們中年好聲音的 boys， 我覺得阿輝智亦都係自從打鬆了盤骨之後咧，我覺得今天咧都好鬆下啦，已經。其實那個歌詞最主要，就好似我哋，係我俾個歌詞吸引咗。好，其實阿輝智已經講好多嘢噶啦，因為佢哋係最後一對，先聽評審的意見先。幾大都爭講先啦，真係由個心出嚟係欣賞你兩個同埋。真係好似聽緊演唱會咁。我都話過啊，輝智咧其中一個強項咧，除咗唱歌好之外咧，就係你揀歌。我特別就喜歡啦，中段咧你嗰段，你兩個咧一齊咧唱嗰啲嘅現場音啦，好好聽。尤其後邊嘅 chorus 嘅時候咧，你把聲係 blend 得咧非常之出色嘅。Thank you。輝智，我話咗你係中意嘅羅啟豪，聲音上你哋根本就係失散咗嘅兄弟。
所以今次輝智在台上的發揮一路越嚟越散發你嗰種自信，由素人變咗喺個台上邊開始揮灑，但仍然仲有嗰種好純嘅感覺。繼續維持呢種啊，十年後都係呢個款得噶啦。多謝咁多位評審，辛苦曬啦嚇呢個回合。我哋喺揭曉分數之前，我哋有請翻我哋所有嘅參賽者同埋我哋中一嘅同學仔一齊出嚟先。究竟譚輝智同埋羅啟豪呢個組合得到嘅分數高唔高得過80分呢？一齊睇睇。